陈瑶，明霞，你终于露面了，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呢。怎么，装束都变了？怪不得有的同学说你正在谈恋爱，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少爷，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？你信吗？如果我真的谈恋爱了，一定会告诉你的。春瑶，我要退学了，我找了一份工作。什么工作？重庆日报的记者。这家报纸从来都是和我们唱对台戏的，你怎么能去这种地方呢？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明霞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什么话都跟你说，从来不隐瞒你。原来我看错人了，你走吧，你去和你那个阔少爷混在一起吧。小孙啊，瞧你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，来吃点点心吧。组织上是派我来工作的，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你应该有思想准备，我们这是在工作呀。小孙，现在是在白去，稍有不慎，不仅我们会遭到不测，也会连累其他的同志，更有可能给工作造成损失啊。我明白，我只是不太适应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吹段曲子，咱们都轻松一下。这些天信号太差，可能是敌人在干扰。快趁热把牛奶喝了吧。我先把它整理出来。我来整理。不，不能留下你的笔记，这是纪律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公开身份弄好了。这是重庆日报的记者证，还有特别通行证。我要适应一种新的生活了。这是我们地下工作的需要，我们要习惯很多我们原来不习惯的东西。着不着啊？啊，给我烧。处座，怎么还没开口？这小子已经吃不消了，我马上叫他开口。
什么职务？云阳县参议员。我问你共产党内的职务。没有，我不是共产。你还嘴硬，说。你们到底叫我说什么？挺进报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就不相信你不开口。来人！我是县委书记。出动。叶志深，是。说，全都交代出来。处座，刚才长官公署来电说，都已经三天了，问审讯有没有结果。共产党是那么好对付的吗？刚才那个人不是已经开口了吗？要是那么好对付，还要我徐鹏飞干什么？马上组织力量，逐个排查，我亲自审讯。是。你姓什么？禀告长官，在下姓蒋。你回去坐那儿去。我还是站着说嘛，我站着说我心里头踏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人称蒋大爷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曹志斌章。多大年岁了？去年刚过半百，51了。什么入党的？民国25年。入党介绍人是谁？龙头老大王九龄。入党手续？交了3张，我记不清楚了，四张照片。后来还发了党证。党证？你的入党动机是什么？你都参加什么活动了吧？没什么动机啊，没参加啥子活动啊。胡说。回禀长官，就是在茶铺后头吃点茶，评评理，在码头上收点钱。你狡辩。我冤哦，我肯定是王九龄王大爷把老子给坑害了。他们说让我参加，说人多势大，说蒋委二长他姓蒋，你也姓蒋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蒋字来。500年前你肯定是和蒋委二长一家人呐。你到底参加的什么党？你快说。王大爷，王九龄跟我说国民党。国民党。净抓一些莫名其妙的混蛋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构成重刑。处座，那小子全都招供了。他供认县警察局长、参议长、县府的3个科长和法院院长都是共产党，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。还说警察局长负责武装暴动。这个警察局长好像还是个轻工委员会的委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供认是共产党让他打进轻工委员会的。你胡说。
他的行宫委员是我任命的，这根本就是地方上发生内讧，互相陷害。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一级组织就让你们这么轻易的破获了。听着，按照这份口供马上布置行动，全部都抵捕。另外让那个姓蒋的老头子也招供，承认是中共渔阳县委的组织部长。处座，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得心狠，这帮替死鬼正好来替我们演示一下目前这种毫无进展的局面。这份口供要做详细了，即使以后出现问题就用这份口供来作证。是。